啊。正是公主之父啊，银屏之父又是你
乃是云龙恶相。好，哀家再来问你一声，你可爱为妻？既成夫妇，当然相爱啦。既然相爱，爱妻自当如何呢？这个爱妻自当敬恶王。好个爱妻敬恶王，为何你人面兽心，把我父王斩杀？可见你对本公主全无爱意。我把你个娃混弄啊！我要斩下你人头，当仔分
情通，千言说尽心何用，万语难克敢怒容。当日离山结上冤仇中，今日金陵阶下恨重。狠心斩断夫妻情，恩义有如冰霜冻。快来还提当日啊！
这身取义有何难？请你守人为夫，把金刀动啊！你杀啦！
已经不请踪迹，他去了何处呢？地上有斑斑血迹，想问情受我姐姐所伤，莫不是今时藏身何庙？好，等我进庙一看。
问谁个？万一我愿做谁？丧尸欲国，我又何尝不可以为外公主而自我牺牲呢？骊山一战而杀北汉王，乃是是非得意嘅啫。如果公主为报父仇而将云龙处死嘅，我是虽死而无怨嘅。
去吧。